对，我不要。爸爸，妈妈，妈妈，那什么卡片？别了，爸爸。普通果汁。那个什么东西？哦，泥塑水。沙沙鲁嘟。那还蛮简单的、好呗。公主餐点，这还有时间性，这么硬拍。哦，太多事要做了。那我先去做餐点好了。你也生病了，到底？现在去颁布新的教条。讲到新的一天，大家一起吃冰淇淋。够。仪式吗？有点忘记。还可以飞升哦，飞升一个老的，太老了就让你飞升好了。就你啦，我看你动作也是不太行，去吧。听起来有点痛。哦，金变态，圣官，哦，这冷却中，原来是这样子是吧 ？Oh my god！ 你各位不会自己去整理环境就对了，是不是啊？好糟，十个是吧？我觉得其实捡信仰是没差的，环境太脏也是个问题。我已经三个生病了，管他有什么就给他做下去吧。十个而已，简单。OK， 达成目标。鼓舞你们。好了。那有什么问题？超棒。哥在教育，劝你是信我的宗教哦。哦，好嘞。哥，好，放你。我放你一马，通身一马。我在讲什么冷笑话？哼，哇，好烦哦，资源不够了，怎么办？清洁员站。都是哦，治疗间，速度，肥料，那我传教都还没有盖，我觉得我会有人挂点，
治疗间。啊，有了。先弄个厕所，这样至少不会整天在那边到处那个。20块5个。金币换钱，好像还不错。帮我弄一下哈。好多事要做哦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太忙了吧？没有钱了，之后再来跟你买。我们看看显示地图，+1+1，不错。哦，动击键是多少？暗中攻击键什么意思？哦，吸血短剑。啊，对。RB。哦。哇，太凶了吧！这就是我要的。特难搞，弱一级。咦，可以盖一些摆设什么的，来当个有格调的邪教徒。修墙，修墙。危险，好像太冲动了。呵呵，傻逼。喂。还有一只，想干嘛？老哥，别搞！哇，之后的东西都特别难弄。主要是，我以为他那个伐木场是永久，既然不是永久，就有点小麻烦。啊！哦，这个也是吃这个的、哦，早讲。好啊！蘑菇，哎，小破草，所以这也不能一直用呢。哎呦，好痛！弱一级。一直扣血啊！有点硬派啊！用来用去，我觉得长剑最好用，长剑的稳定性比较好。
了，有了。别搞，别搞，老哥。哎呀，好危险啊！只有伤害也是不行的，只有钱啊！木头，我缺木头，有更多的木头，超缺木头的啦！很多东西都要用木头做，我要先把清洁的清洁站先搞出来，至少他们不会遍地的。你知道的，到处搞事。外观是全部都可以选，还是只能选一个？到了，要选啊，这还要买？选这个吧。花钱买哦，不要，我就没钱了，我还跟你花钱买。Oh no， 要打王了，要爆了。所以有时候减少战斗是不是比较聪明啊？太硬要也是挺危险的。哎，出不来，傻逼。哦耶，补血，这就是我要的。嗯，要这个包子蘑菇，捡一堆，不然能干嘛？哦耶，补血，太好了。下走应该都是敌人吧？这游戏许久没玩，会整个大退步呢。主要是不能打硬纸。追踪敌人的投射物，哇，那这个吧，我一收，你被打到快没血了。说好的吸血装呢？哪有吸血的感觉？我要现在这一把，有几率而已哦，那也是蛮香的呢。早知道不要选这一把了，我现在极度后悔。哦，出不来。先不要让他出来啊！哎呦，是有机会回血而已。快挂了啦，好险！哇，又挂了！好浓，管刀真的不行呢，很难用哎。所以，头疼呢。去休息了，北七。去休息。床应该都还没坏吧？你也是。哦，干温，好，去休息。
来看一下哈，缺五篇，先搞个户外厕所。现在到底 有多少材料呢？缺三片，然后再弄更多黄金。先搞个厕所吧。我们的宗教信仰要变糟了啊！大爷啊！在上厕所啦，很搞欸，没有木头可以采了，很多东西没办法盖。现在提升一下 整体的宗教状态，头疼啊各位。教条不是我要从这边去颁布新的。不要那么容易肚子饿行不行啊，真的是。青草制成的餐点不会产生负面性氧值。哎呦，秋条就是这个。青草餐盖起来。啊。酱豆。好啊。万能武器，这不知道是什么，先点起来就对了。增加伤害，让我看。喂，讲过道了，十八世也快死了，等一等。你没多久了是不是？我不能送东西给他哦。好吧，那就算了。那这样我就可以大肆的搞青草餐了呢，也不会造成疾病啊！你们死定了，给我吃草吃到饱。好呗，爽，这就是我要的。现在解决一下疾病的问题，太严重了。战败也是很头疼呢。哦，这个是越满越好，就代表不会有什么疾病。怎样？干了吗？干了，白羊。给你啊，多的是。暗灵的那个，收集暗灵的山茶花。是哦，好脏哦，好恶哦，讨厌。好，床还要升级。几乎都缺黄金啊，不然早就可以盖了。要清洁员跟那个这两个必盖。缺三，反正有就弄吧。怪物，只要有人负责清洁，就不会生病了。这超级简单的啦！哇，那我是不是先解决吃的问题啊？
看都觉得清洁的问题很严重。他们不会是扁扁，应该就还好了。那么多动物啊！我看一下。先把东西给捡一捡。好忙哦，我怎么会有这么多事情？暗灵的山茶花，那我觉得食物的部分应该先升满才对，那样吃饭就不会那么容易暴毙，不会生病，光是不会生病就差很多了。宗教信仰又下降，可恶！又长起来啦，哥！我觉得我先解决那个问题好了，这问题挺严重的啊！我连维修的资源都没有了，我快吐了，没有木头啊！哇，各位忠诚度下降很高哦，降到。请我的冰淇淋叫，冰淇淋非常的好吃，我衷心的要求大家都应该吃。仪式啊，都缺木头怎么玩呢？三天不用进食，那东西坏掉了。献祭肉神，宗教捡食，没，先不要，太血腥了。所以应该先搞食物了，然后把食物搞满，再来就是这个财产，把财产都给我，动了没有？先看看资源够不够呢？还是不够，钱是够了。还有个清洁员呢，帮我弄点钱过来。你怎么了？赞哦，几乎都满。我觉得清洁员先弄，不然太搞了。来，我很缺木头啊，没有木头怎么玩？睡的地方都不安稳。先把睡的地方全部升级吧。幸好木头还会长。我的古尼，好啊！缺一鸡歪，先给你蘑菇。为什么给你蘑菇？连我自己也搞不懂。反正就是给你。真的叫清洁员，给你。傻傻噜噜，噜噜噜噜。看来要给好给满。20个，这些都没啥子用啊！朝天翻骨增加伤害，太过分了吧！我就喜欢这种东西，缺一耶。
偏僻小屋，我只进来收这个的而已。你这人快挂了啊，所以我要搞那个。先搞那个坟墓区啊，坟墓区要先弄治疗间，其实也蛮重要的，可是我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弄不起来。这什么墓室哦？弄好了没？清洁员，你各位啊，以后整理一下你自己。缺五个。哇嘞！的吧，这个青草流，哪边还有木头？对啊，挖起来干嘛？让它种啊！哇，那现在还要那个户外厕所，搞个厕所就行了。暗灵是哪里啊？暗灵是这个哦。这没有王可以打了吧？纯粹战斗而已。哇，这么 OP 啊！你怎么了？嗯哼，什么意思？没得选，这草现在很有价值啊，多捡一点。让你爽，就这个吧，随便也捡一堆。嗯，身为教主还真辛苦。好啊，都要交火了。哎呀，这边的算弱的啊。痛，还是蛮痛的。好多金块，这就对了。好了，达标了，我要撤退了。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啊！好嘞，他们吃饭的时候不能打扰你。我来看看，先搞一些石头好了，可能未来会用到。老哥。不用谢，真的是有哦，有哎、欸，有这个差好多、哦。先去搞点木头，没有。